仙尊，你这是……我虽久居轮回峰，不理宗门俗事很久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随便欺辱我的徒弟。师叔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宗门的安全考虑呀。是啊是啊，按辈分，楚燕也算是你们师祖辈分，在仙宗你们就学会了这个欺师灭祖，把你们毙了。师祖，你误会我们了。好啊，那你倒是说说有什么误会。就这样你们就把楚夜关起来了？事关宗门可不是件小事。对呀对呀，楚夜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